大家好，我是小黄蜂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分别对比 Steam Deck 跟6800掌机15/28瓦 720p 1080p 的帧数表现。Ah!
信。好的，我会尝试再联系一下维克。另外，探测器显示黑洞脉冲波已经达到了顶峰，我要小心。牵引器应该可以让我到上面去。视频就做这里，大家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就是我新视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观看。